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当然开心啦，咁啊都希望佢可以再上，甚至系上可以创造一个新嘅华语片嘅纪录啦，个票房纪录。咁啊，但系都好多谢，即系好多朋友支持啦，好多观众啊，香港人嘅支持啦。咁啊，因为佢哋都睇咗好多次，又我呢几个礼拜去借票，有啲人系睇咗成15次添。哇！咁啊，好多人就就即系我啲朋友又好，或者出边甚至我唔相识嘅一啲。機構啊、食肆啊，佢哋都包場，咁、我真係好感動。係，佢哋有冇講過啲咩嘅 comment 俾你，都令到你覺得好開心啊？有講咗好多嘅，但我覺得最緊要係行出呢一步先啦。咁、我希望以後可以做多啲唔同嘅科幻片。係。咁、因為得到佢哋支持，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最大嘅鼓勵。嗯。有冇點樣慶祝咁樣？我諗真係忙曬成部戲先啦，仲有一段時間以上。因為你之前講過話都要睇下呢套嘅票房先決定開唔開第二咁樣噶嘛，而家個個都咁支持你，會唔會真係已經係計劃當中咁樣咧？我下個禮拜會有個消息會公布啦，會有個小型嘅類似發布會咁，係咪到下個禮拜就會知道？都係關於《明日戰機》。你打算將《明日戰機》去其他地方上映啊？暫時未有呢個打算，因為其實始終我即係你講話會唔會有啲咩慶祝活動，或者係第二度上映都好啦。我可以講，其實個疫情而家都係幾嚴峻下嘅，即係如果真係出嚟慶祝，我又驚大家咁，所以我都睇個疫情嘅發展先。會唔會想參加金馬獎啊？張個疫情都幾嚴峻下嘅，盡量就留翻香港啦。孤山會唔會有機會卡通化？因為你都中意卡通嘅。下個禮拜會有公布。續集嗰啲我冇講過啊！有冇諗過啊？真係逐步嚟啦，唔好咁急啦，係即係卡通就有機會啦。我冇講過。之前咧有報道都講話阿顧生會可能參與一個 TVB 同埋內地一啲平台合作嘅傳承港劇嘅綜藝節目啊，話揾你做導師。其實呢件事係咪真嘅咧？志偉都有自己親自聯絡我，佢都話佢話唔好意思咁樣報道，因為都唔係佢控制嘅。我當然明白啦。咁但係就算揾我都好，我都應該未必有時間去做到嘅，因為都我見佢哋做導師嗰啲都上去都要做成幾個月噶嘛。係啊，咁真係冇呢個時間，因為後邊都好多戲要拍。嗯，即係呢個唔係事實嚟嘅。唔係，絕對唔係事實。OK， 好，明白。好。